我想给你入境啊，等我拍完食物。好了。帮奶茶拍一个特写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多大小？我看差不多。哦，应该吧，就是。哎，帆布好像大一点。帆布大一点，对。那这个是会在吃干比较好。对啊。这差价差很多，这才500。差一倍。对啊，而且你打的就只要200多。哦。然后这个要1000多块。对啊，好贵。打折，嗯。下午也有，哦，之前去每天买，可是他不是有时候好像说什么价钱会乱。就是你儿子，那他儿子跟你签了签。
看。没，是要多那个，要用力一点吗？不是这样子绕的东西。哦，这样，这样用力，是这样吗？结果原来家养比较会。我专业的。可是我自己都这样。客家擂茶。客家擂茶也是这样吗？对啊。为什么客家擂茶是？你那个是在马吉大刀吗？通过也太快了吧！今天就我们论文都还没开始。然后这个人口试通过的话，太可怕！我圣诞压力怎么会没有做出来给你们改成一个？角度不对，你不是水平的，看一下人家专业还要运镜，还要注意。看一下就。拍你先玩玩吗？喜欢吃半熟的。可能只有排到三个。三个？嗯。太少了。就是要哪些学校有？